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烈士体育场向几万名刚果青年报道，教宗呼吁他们为和平和诚实的未来而努力。巴基斯坦白沙瓦座清真寺炸死101人的自杀炸弹凶手被闭路电视拍到当时身穿警察制服驾驶电单车进入戒备森严的地区，警卫人员并没有检查他的身份。菲律宾对中国侵略性的担忧持续增长，同意美军进驻另外四个军事基地，这个协议是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结束对菲律宾为期两日的访问时达成的。视频显示消防员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一个临时住宅区和大火搏斗的影片，最少有8人死亡。乌克兰话俄罗斯导弹袭击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一栋住宅大楼后，最少有3人死亡。